曼联中场核心博格巴近来的采访总是争议不断。今日据米兰体育报报道，尤文图斯将和曼联就博格巴进行接触，尤文图斯希望从老特拉福德签回这位旧将。其实小编觉得博格巴回归尤文图斯不太现实，如今尤文锋线有迪巴拉和 C 罗，前卫有皮亚尼奇、科斯塔，还有成长起来的本坎库尔和贝纳戴斯基，后摇有马图伊迪，尤文完全不需要花大价钱买博格巴。博格巴走之前，确实尤文中前场只有迪巴拉一个人跟着串联，他的重要性是球队大腿级的，攻防两端都需要他挑大梁。现在来说回归尤文不太可能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博格巴表示，只要你没看到我穿上一件巴萨或者尤文的球衣，我就还是曼联的球员。外界总会有传闻的。有趣的是，博格巴谈到自己已经放弃了经常变换发型的做法，对此大家怎么看？著名体育娱乐品牌 WLLBET 将在2017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连续三个赛季成为埃因霍温冠冠赞助商。本文由 WLLBET 独家提供。